家好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是4月26日，咁样就系凡星期二咧，即系总之每周第二次嘅播送时咧，都系由于啲骗子仲未走佬，仲系继续呃紧人，所以有个声明喺度。咁啊，如果你收到有啲嘢话啊，食镜全俾电话你嘅话咧，通常就呢个通常都系骗子噶啦，你可以打电话18222。好。今日個大市升嘅板塊好多啦，因為琴日全部都係跌嘅為主，咁所以今日升嘅就好多。咁升咗好多入邊嚟講咧，我哋睇翻下啦。銀行一定會有起度啦，因為升咁多，如果升咁多，哎呀，唔係喎，真係喎，銀行都唔起度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有一兩隻銀行好差啊嘛，嚇，